油漆怎么洗？油漆是家庭装修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材料之一，但是常常在涂装的时候弄到手上和衣服上，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家里如果有橄榄油的话，涂抹一些在手上有油漆的位置，轻轻搓几下，充分浸透一会儿，过几分钟用肥皂进行清洗，用这样的方法可以避免伤手。找不到橄榄油的话，可以用花露水涂在沾油漆的位置。过一会儿用肥皂清洗即可清洗干净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用花生油或色拉油蘸在沾有油漆的位置，再加些洗洁精搓一搓，最后再用抹布搓两下，也能清洗干净。除此以外，还可以使用化妆水、卸妆液、洗甲水、橘子皮、白菜、奶油、酒精、醋、松香水等来清洗。以上都是针对小范围，如果大范围需要及时就医，因为油漆中含有大量对人体有害的物质。在去就医的途中要多喝水，增加新陈代谢。衣物上沾染油漆也可以使用以上这些方法去清除。以上就是油漆怎么洗的回答了，希望能够帮到你们。